芊芊，怎么了？你，没事了，你不用送了，我自己走就行。哎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芊芊，你立刻调回公司的监控资料。为什么呀？阿栋说了，他们小区的监控设备出了问题，我担心你们公司的监控设备也会不保险。两名警察来公司调查阿栋家的入室盗窃案，我带他们去安保室调监控。阿栋的案子为什么来公司取资料？阿栋怀疑跟那天来公司闹事的女的有关系。老大，老大，哦，好，我知道了，你接待好警官。明白。哎，我太大意了，竟然忘了艾米来公司这件事儿。监控全被破坏了。刘芊芊已经开始怀疑你了。我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，太神了。你怀疑有内应？喂，什么？又删了？在想阿栋的事？没有，我相信他不是这种人。那就是在想游戏的事。别这样，你天天这样，我很担心你。我真的很想冲过去质问他们，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游戏没了，还可以重做。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可太难了。行了，你这是要去干嘛呀？带你去一个特别的地方。我没心情。那如果我说我可以帮你找回游戏，你会有兴趣吗？南宫，你不是要带我找回游戏吗？先陪我玩，晚上再告诉你。
你怎么还没有下班啊？啊，在等你啊。我刚从张总那儿回来，刘芊芊的事情，她很生气，我会尽量劝她的。但是，如果我实在劝不动张总的话，你愿不愿意来我的项目组？如果完美男友没有的话，那我也想辞职。你在这儿等我，就是为了想告诉我你要辞职吗？不是，阿峰，你记不记得大学时候我们寝室一起研究那套防盗系统？记得，怎么了？啊，我把它用在完美男友上了，想问你拿下源代码去追踪一下游戏。怎么，丢了？那我问一下阿奇他们吧。哦，我的在，回去之后立刻发给你。好。芊芊，嗯，你知道我的使命是什么吗？嗯，笨，是守护你啊，这么久了都没有发现吗？肉麻，小八还在呢，你不要教坏小朋友。他已经被我骗出去了，今天只有我们两个。原来你早有预谋啊。把你电脑拿来吧，我该实现早上对你的承诺了。真的能找回来啊？我还以为你只是安慰我呢。打开了，然后呢？今天是我目前为止最开心的一天。南宫，南宫，你怎么了？南宫，南宫，你醒醒！南宫，南宫，你醒醒啊！南宫。让我看看你能追踪到什么，等我把完美男友拷贝了再让你追踪到也无伤大雅。阿栋，你骗我。南宫，你醒了，你吓死我了。你是？我是芊芊啊。芊芊，你不认识我了吗？芊芊，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不知道自己变成什么样了。我知道把核心数据传输出来，一定会对我存于现实世界的这个形体产生影响，可无论什么后果，我都不怕，就担心你伤心难过。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，只有你好好的，才能让我有机会重新回到你身边。芊芊，不知道迎接我的会是什么样的命运，无论如何我都不后悔。南宫。
过，你怎么可以彻底把我忘了？你怎么可以忘了我？早上好。早。想不到你还记得给我做早餐呢。这是根据程序设定做的，你喜欢就好。虽然你失忆了，但是厨艺并不影响呢。记忆对我来说没那么重要，技能更重要。但是对我来说很重要。有没有记忆，我都是你的完美男友，不必太介怀。源代码你昨天没发给我。你昨晚为什么不提醒我？我以为你晚点就会发，结果没有。回去之后发给你。不用了，是我自己记错了，我用的是我自己的防盗系统。对了，我之前拷给你的资料还给我吧。我删了。南宫，你是不是受伤了？我就不该听你的话离开。都怪你，害我不能陪在南宫的身边。别担心，小白，没事的。你认识我？我当然认识啊。所以，你记得游戏世界里发生的一切，只是不记得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而已。芊芊说，我应该是回到游戏的初始化设置了。阿栋找我有事，我先走了。晚上祝你爱吃的咖喱。你记得我爱吃咖喱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说出这句话，好像条件反射，其实并不知道。这说明你的内在记忆里还有现实的部分。南宫，你要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帮你找回记忆的。我无所谓的，你开心就好。我来帮你吧。艾米，嗯，这个世界太让人陌生了，还好有你，还有这些花花草草，能让我安心。艾米，嗯，我们为什么会来到这个世界啊？都怪我太贪玩了，你是为了找我才来到这个世界的。那既然能出来，为什么不能回去啊？因为刘芊芊她不肯帮我们，她喜欢你，所以想让你留在这个世界。你们为此已经发生过很多次冲突了。那次她故意把我支开，然后你就失忆了。我……你觉得她是故意的？我也不知道。但是我很害怕。看来
恢复记忆是很有必要的事情。难道你不相信我说的话吗？我只是觉得刘芊芊不像坏人。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你是对的，简峰他确实有问题。阿栋，你和简峰到底什么关系啊？大学同学，室友，而且还是上下铺。那你为什么突然觉得他有问题？我试探了他一下，没想到他真的有问题。阿栋，对不起啊，我之前差点误会你了。我才该道歉的。东西找回来了。真的？哎，你怎么还没休息啊？修复游戏真的可以让我恢复记忆吗？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？你真的很希望我能恢复记忆？这是我现在最大的心愿。我会和你一起努力的。其实我觉得家里再多个宠物就好了。你不在家的时候，我其实挺孤独的。还有这个地方窗户推不开，如果能推开的话，外面是河，我在家里就能钓鱼了。你还有什么建议再和我说一下吧。我觉得这个地方还可以多加一些绒毛的小玩偶，还有这个被子可以加厚一点。转身，再见。